只是想要来回味，然后就想要再唱给大家听一次。那时候有点爆掉，就是吉他手爆掉，对，对，好好，那我们赶快开始，因为时间好像快要不够了。等一下，等我的吉他手好了，那我讲多点废话。哎，后面的吉他手可以来前面吗？谢谢你们上次看我连展，然后留到那么晚，可以谢谢，就是想要谢谢你们。可以来前面吗？那可以开始喽，你先来了。
谢。我们最后一首歌，谢谢大家。